我的新歌就如无意外会在3月29日出。是我自己，但今次我没有写词，我就作曲。词是一个词人叫做郑文的，那我和他第一次合作的。咁一開頭，因為今次嘅監製係 Tima 啦，咁 Tima 就介紹咗佢俾我識嘅。咁跟住，但係大家合作，跟住有陣時互相交流嗰陣時候，都會覺得我都幾夾，因為即使今次詞我係冇寫嘅，但係有好多意見，佢都有接納我嘅意見咯。甚至係我錄音嘅時候，佢都有嚟，然後我同 Tima 同埋鄭敏就一齊。唱完之後就可能覺得我呢一句點樣喎 ，Tima 就可能話想改，咁我即刻話啊，咁不如改做乜乜乜啦咁樣，跟住佢哋又 OK， 所以其實係好開心，亦都好 smooth 嘅一次嘅合作。但係今次會係即係雖然我覺得一定係會唱廣東話，但係可能喺嗰個風格上會有啲新啲嘅嘢，可能會有啲新啲嘅元素擺咗落去。就是冇想過咁搞笑咯，即係佢唱歌好聽，好靚仔，咁就唔使講啦。但係一做起哇，好要做翻張樂痕嘅時候，都有佢好搞笑嘅一面。可能大家平時接觸到就，甚至乎我哋接觸到嘅佢，可能都係表演者嘅身份，可能喺台上面或者係一個歌手。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啊，佢一定會有一個有一個形象在這裡的，但是去到都不用很久了，拍緊的時候其實不是在那些 workshop 那裡已經是變了第二個人，是一個很發變咯，很實在的一個人，即是不是這樣人